据一下撩人的句子，当评审，以 yes or no 做出反应。OK。一，你喜欢故事吗？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写我们的故事呢？第二个，可以称我为周期表，因为我们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。OK 吧。三，我正在做器官捐赠活动，所以你想不想把心捐给我吗？ No. 四，我每次问自己，如果猫有九条命，你肯花一条命在我身上吗？ OK, yes. 五，你知道警察局的电话吗？因为我也得报警，说你偷了我的心。No.